6月8号，谭松韵惊喜现身湖南卫视1111超拼夜彩排现场。一站在台上的松韵就立马聚焦大家的视线，沉浸在音乐世界的韵韵子真的超有 feel 呀，妥妥的舞台体质没错了。戴着帽子也掩盖不住松韵超好的状态，不知道这次会带来怎样的惊喜舞台呢？彩排间隙还跟工作人员商量表演细节，果然是无论做什么都力求做到最好的松韵，坐等舞台哟。芒果来新闻，湖南卫视1111超拼夜，11月10号19:30，松韵在等你哦。